你好，欢迎来到 Highland Park High School。我们的吉祥物是猫头鹰，我们的代表色是红褐色。现在我们要带你看一看我们的学校。哦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读书，在我们的图书馆。在我们的图书馆，我们看多很多很多书。很好。在哪里是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书？你们好，这是我们的体育馆。我们现在进去看大老远玩点篮球。你们好，这是我们的礼堂，我们有很多表演。现在我们要听我的好朋友的表演。我饿死了，我要吃东西。谢谢。去我们的餐厅，在我们的餐厅，我们有很多食物。我们有 vis-a-vis，我们有饺子，我们有包子，我们有汉堡，我们没有蛋炒饭。对不起。我们吃饭的时间是上午10:58到11:36。大家好，我们要做两个数学问题。很棒的！这是我们的数学教室，在这里我们学很多的数学。我很喜欢数学。我们现在在科学课，这是我们的科学课教室，科学教室。我不希望这个水坑。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天启，现在我要去电脑室做功课。你好，天启。你好，天启。你好，你好，天启。我要做功课，在这里。这里是我们的电脑室，我们很多的计算机课就在这里上。这是我们的柜子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柜子，我们可以把书包或者笔记本或者任何东西放在我们的柜子里。我忘记密码了。